Shopping 永遠都是旅行最開心的一件事，特別是第二天你就回香港了，當然買盡它啦。但是問題就來了，買完一大堆戰利品之後，你又有沒有想過心縮都入它裡呢？不過不用怕，這件事幫不到你。這個極致真空殺戮機絕對是你的救星，現在即刻實測一下它有多厲害了。这个极致真空收纳机除了可以抽真空之外，它还可以泵气添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泵气有没有抽真空那么厉害。雖然它隨機附送的收納袋只有一個，但它就是一個小配件，就是這個轉播器，它可以讓你用在其他牌子的收納袋上面，以後想收納多少就收納多少咯。這個新型號的真空收納機除了可以抽真空之餘還可以泵氣，而且又方便攜帶，確實真的挺好用的。至於你是否真的需要它，就你自己去考慮一下了。